们是当天马上晚上拿回去发货。对啊，你还等了一两星期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先别说，先别说话。我们那个好像囤了两三星期了吧？这就是布朗市，应该算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这算是东布朗市。晚上其实蛮安全的，我以前在这里送外卖都是在这里送，所以说我对这里非常的熟。一般来说的话，晚上该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不应该去哪里你就不要去。非常的安全，但这里在这里的话，你晚上最好不要走路。在现在在这个位置，它虽然说白天是个小工业区，非常的热闹，但是呢，它到晚上的话，如果你有开摩托车的话，你可以在这里练练车，练练那个摩托车怎么跳档和那个怎么抬头 ，Billy， 你可以在这里学一学。在这里晚上是没有车的，没有什么车的。尤其是这里，但是白天呢，这里白天会堵车的，而且特别的热闹。OK， 这里有个养狗的地方，就是狗场，我记得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那个转到布朗市这个河了，这边是 Bronx River， 就是从那个白石桥那边还有。一直连过来，就是绕着这个布朗市绕了一圈，一直连到那个曼哈顿。Yes. Yeah. 啊，这里呢，耶、yeah. yeah. ， yeah. 这里呢，晚上的车是比较少，但是车也比较多，车速也比较多，还是不建议一个人走路在这里。对，我们这里有个交通局 DMV 在这里。Chopper， 还有那个摩托车停在旁边的。其实在这里，如果你骑自行车呀、开车呀，都 OK 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开一点，差不多就要到小意大利了，就是 Middle Town。我们这边有一个另外一个小意大利，就是在这个附近。如果说是再开下去一点的话，这边算是好区布朗市了。算是好区了，不是那个比较乱的那一边。这边是 Westchester， 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再下去一点是 Middle Town， 就是白人呐、还有那些杂区、有钱的那种中产聚集的地方，在这个位置，尤其是这里。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消费也比较高，房租。大概是1500至1700左右吧，两房一厅。如果两房一厅，大概要1800了，我猜现在。一房一厅现在也挺高的，也要那个1500块。以前只要1150块，而且区又好。而它这个地方呢，布朗斯慢慢的也涨价了，这个尤其是房租，所以大家都是在，房租上面苦苦挣扎。对。他们都是8点下班。对，那我就停在这里了。好吧，没事，那边没车了，那边没地方停车了，这里有车位，可以吗？停这里。好了，我们你看这里只要有这些什么披萨呀，什么 Gourmet Daily 呀这些店啊，我告诉你就是很好的地方了。小卖部越多，它这个地方就越繁华。哎，您刷了？应该可以，你试一下。好了，我们从那个政府楼附近出来了，然后呢，现在到那个 Westchester 的这个地铁站，还是分两头。这一头呢，现在开的这一头路是比较好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再往那个南开的话 ，Westchester 就开始慢慢接近曼哈顿了，那一头也不好，它是这样子分的。反正过了这个就开始分东和西了，然后哎，
我记得那个 Full Locker 是左边还是右边啊？左边吧。哦，是左边吗？哦，还在那里是不是？拉闸了。什么？Dunkin' Donuts，好像在那边，对。这不就是弗洛克吗？哪里啊？这里啊。啊，对。在屋内没看。啊。人家这里生意挺好的，他不会提早下班的。哎，那当然了，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人呢、啊嗯。所以说，在这条街，你看，马上又变好了。所以它是一个街区，就隔着一条街区就大变样那样子，完全就是天和地的差距。哎呀，这看不见，这样子。可以走了？不用，我们要等这个绿灯。那我明天去拉一车过去咯，赶紧给它快速的发掉。小哥我不认识，应该是新的。行，你拿那个后备箱的那一个就行。要卡吗？不用不用。嗯？不用。OK， 这条街呢，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，应该是向北走。向北走呢，越往北走，就是那个地方就越好。如果说像我大拇指举的这个方向走的话，就往曼哈顿上层那边，就是向南走新泽西方向，那就开始慢慢的变差了。所以说你白天是可以去的，白天很安全，那某些地方比较夜深人静你也不要去。那晚上的话不要往南走，往北走是 OK 的。对，像刚刚我们开过来那个位置也不好，所以说我就快点转了。不是说很不好，就是尽量不要在那边瞎晃悠。白天的话倒还行，尤其是你是如果说是中国人的话更麻烦。